心动，两人份的爱颤动甜蜜，爱的超重，在你和天空之间只看见你，在梦和希望之间拥抱你，在爱和体谅之间靠近一点，不管明天有多善变，好，来，这个叶子得到了四个叉叉，小林老师给他一些批评指教好吗？头一句需要特别注意的，因为它变成是你一出来的第一个 pose， 那唱出来的第一句其实就定了你后面的，到底你要往下多么的勇敢的唱出，可是因为你第一个音其实就跑掉了，拍子进来的地方也都不确定。晕开的霓虹，模糊了的指尖的触碰，因为你的紧张让你的尾音其实都是不稳定，都是飘的。谢谢老师。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又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，也谢谢叶子，稍微休息一下。谢谢老师。叶子想以这首歌纪念与乐团好友共度的青春岁月，却因太过紧张而成为第四位坐入留级区的同学。马敬农用娇羞的歌声唱出对爱情的渴望。马敬农，农农，好，农农今天穿得好漂亮，谢谢。你要先唱什么歌？我要唱范晓萱的《男人》，送给谁？送给我曾经暗恋的男人，是同班同学。对，哦，那个时候暗恋他都没说过吗？最后毕业了也没说？没有，因为我是就是家教很严，然后读女校，然后后来上高中之后就只敢跟他讲说，早啊，拜拜。哎呦，那个早啊跟拜拜充满了无限情意，就在这首歌里，叫做《男人》，欢迎浓浓的演唱，谢谢。宽阔的肩膀，一双结伴有时的腿，让我真是又爱又怕。男人真是性感，却像笨蛋，掌握在我手心。那真是好玩，随便撒个娇，然后说他什么都棒，就以为自己是老大，傻得像个小孩，却很可爱，怎能让我不爱？我开始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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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近你，我想要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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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制。还是要掉你，一切都要看我的心情。我想要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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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掉你，想把你装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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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里。我要你全部，就给我全部。谁叫你遇到了我们？升级好，在这边呢，有请我们小林老师。我不知道是穿这个衣服会不会影响你唱或什么，因为一开始你是有点这个，就有一点乱，因为歌词是错的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但是你诠释你整个，我觉得戏剧性的表现部分是非常好。歌词刚好是说，男人那个结实有毛的腿，他唱成结实有实的腿。宽阔的肩膀，一双结伴有实。让我真是又爱又怕。可能因为真的家教太严，所以真的没有看过男人结实有毛的腿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妈妈有说几岁才可以？妈妈说，等她认为我是大人的时候才可以。
啊，那大概是你60岁的时候，因为儿女在妈妈眼里永远是小孩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管到几岁，像我已经到30几岁，我妈那时候看我说，哎，我怎么看都像这个，真是小孩子啊。所以那慢慢等啦，啊，这祝福你啦，啊，恭喜你升级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小胖严欢，请出场。小胖，今天选唱什么歌？今天给大家唱一首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，应该就是献给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对对是。所以妈妈很宠你，是不是？对对。你小时候家里住在6楼，结果呢，妈妈要每天背你上下楼啊。上小学的时候嘛，然后比较怕。你干嘛不自己爬楼梯？因为懒。懒啊，这个是重点了。所以妈妈是宠她宠到这样，还把你背上下楼，辛苦了。对对，好，这首歌好好唱，就献给妈妈。掌声欢迎小胖。眼里却点点泪花。